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悲智应记。在阅读佛典时，我们时常会看到以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作为经文的起始，并且描述了当时在佛陀说法的现场有许许多多的闻法者，其中有国王，有臣子，有修行者，更有许许多多的菩萨。在德行品一开始的经文也是如此。究竟这样的描述蕴含了什么样的深意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佛陀宣讲《无量义经》的时间、地点，约莫是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郊外的奇蛇窟山，俗称灵鹫山。当时到场的有众多大菩萨、天龙八部以及佛陀的诸大弟子、各国王室、臣民、大长者等，纷纷带着自己的众多眷属前来礼敬佛陀。看，随佛修行的人，那当初呢，已经有万二千人。这在无量义经的开头，咱就会想到这段文，各有各事、各路、各代宗教，无量数的人集合在一起，就是干那一个目的，要来听佛说法，要来理解佛陀的智慧。对天地宇宙人与物间的道理，以外呢，也阁有菩萨啊，大菩萨八万人记啊，这是伫经典内底呢所提出来听法的数字，人数有这么多。这就是要表达了，不管是凡夫、圣人，或者是呢，现在开始伫咧追求跟随佛身边的修行者，佛陀呢，还是甲大家人讲，诸佛的智慧无量，其智慧文难解难。可见，咱真正要去体会佛陀的心智慧，咱也都要真用功哦。与会的诸大菩萨都是以各自修行所证悟的贤能德行作为名号，潜心礼敬这些菩萨，可从其名号中学习他们所擅长的修行方法与功德成就。例如无忧藏法王子就是深谙无忧之道的大菩萨，不仅通达一切，能够修得无忧的佛法，证悟无忧的各种层次境界，而且以无忧为自度度人传承弘扬的修行法门。在《无量义经》这部教导菩萨法的经典里，首先就介绍这些觉行圆满的大菩萨，并接着仔细描述了他们证悟的心灵境界，以及所能成就济度众生的功德庄严，旨在引发读者的敬仰与效法之心。2500年前能够亲身听闻佛法的人，是多么殊胜的因缘啊！现在，当我们翻开佛典细细阅读，也如同亲临佛陀说法的现场那样的喜悦。令人想要探究法中的奥秘。今天节目中，我们也很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慈济功德会净思精舍的德福师父，来我们一同探索《无量义经》的智慧法语。福师父您好，嘉勋，还有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为请教师父，在《无量义经》中的行品哦是第一品，那它主要的含义是什么？《无量义经》里头，那么呢，最先看到的第一品就是德行品。
德焕品当中他所呈现所展现的就是佛德，就是佛呢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如何在之前他呢其实他也受了外境也好内在也好，其实种种事项上面的一个磨练，然后呢他如何的透过这些磨练当中，佛陀也是身体力行，那么呢他从当中呢而体悟到宇宙这样的一个真理，而成就了这样的无比清净，然后呢又非常的这个让我们呢这个升起这种号要要学习这样的一个佛德，所以呢在这个品当中呢是彰显了佛陀他如何修持而成就了佛德这样的一个德恨所在。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好像当佛陀说法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学法者都来请，那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哦，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菩萨，是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傅师傅可以跟我们分享到底什么是菩萨，菩萨怎么样来定义哦？我们一直呢期许我们自己能够做人间的菩萨。我们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义理定义上面来说，菩萨就是觉有情。那什么是觉有情呢？事实上因为我们都是有情的众生，那我们看到上人常说，其实我们就秉持一份人伤我痛人苦我悲，那所以呢这种慈悲的胸怀，那菩萨本身既然是觉有情觉悟的有情，那么基本上呢他就会看到苦难，我们看到苦我们就会去拔苦，我们看到人不欢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他与欢乐。那所以呢这个拔苦与乐是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要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体现出来。那怎么样来做菩萨，然后呢怎么样是成就这样一个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次第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佛教里面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有大菩萨，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啦，普贤菩萨，或地藏王菩萨啊，或者像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等等啊。那这些大菩萨呢，他们是怎么样？而且他们都是已经成就佛道，再回来以菩萨的身相，然后又回来度众，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实践，以他们示现这样的一个愿力。事实上不就是告诉我们行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时时还是要走入人群，还是要到最苦难的地方然后去做才能成就的。那就像上人教导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菩萨呢就不光只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到寺院里面去，然后呢对着大菩萨呢去恭敬礼拜，不是这样子去求这样的菩萨行菩萨道是这样的求来的，而是要学习他们的精神，然后呢怎么样入世的去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菩萨要人间化，那要人间化呢就是走入人群，那就走入人群就是做菩萨的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走入人群去实践菩萨道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请傅师傅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方法可以提醒自己真的心中有法哦，然后行中有法，我觉得那个是蛮重要的，不然他难免还是会偏离。是像无量义经里面就讲到法身大士慈悲菩萨嘛，讲到法身大士当然所指的就是这种人心，上人在这个无量义经的寄送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上人呢也有解释说像法身大士啊，就可以知道说这就是我们恢复到人本身最清净的那一面。慈悲菩萨本身就是要看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萌发起那份悲怀，然后呢如何去帮他们拔苦与乐，经文里面就这么显现，而且呢也可以看到说他们如何这样的去做，那再去做里面在我们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里面非常的多。那如果是以我们在上人在这部讲述这部经里面，上人也是有提到说2008年五月的时候四川发生的这种大地震，是那慈济人呢不畏辛苦，而且又这么多的人次不断地到灾区到最苦难的地方去抚慰拥抱，然后甚至于我们还怎么样呢去
教他们，然后启发他们内念的善心，而不要经营在悲苦当中，启发那份人心本善啊，或者是可以说他们呢体会到说，他不光是苦难的一员，他甚至于也可以做一个助人的人。是。那因此呢，启发他们内念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呢启发他们之后，他们所能够激起自己本性上面的那份佛性。然后我们去做呢，可以说我们就是实践菩萨道上的那份本怀，所以呢带领了他们走出苦难，而且也能够去做扶危的事情，那我们帮助他们呢脱离那份苦，而能够让他们也能够做一个助人的人，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可以看到一个善的循环。那这个部分是在无量一经的偈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当然了，除此之外，在慈济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慈济人啊，不光只是在我们台湾的本土，甚至于在南非也好，或者是在更远的像海地，甚至于我们在南非也可以看到那些黑人菩萨，是啊，然后在海地都甚至有一些是不同宗教信仰的，那么呢，或者甚至于我们在台湾本土有看到很多环保的菩萨，是啊，或者是小菩萨也好，老菩萨也好。那他们呢，事实上呢，他们在默默地做，那默默地去从做当中去感受到那份喜悦跟法喜，然后呢让周边的环境变好了，那人心当中自己本身的无明烦恼去除了，那其实呢这就是法入心了。因为我们在学佛当中最重要希望能够达到真正的一种解脱，就是最起码最初步就是要把自我的无明烦恼去除，那我们从事相当中呢能把烦恼去除，那当然这个就是把法已经运用到了。然后想请教傅师父，因为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譬如说修行菩萨的次第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五分法身啊，对，那也不可以请傅师父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戒定慧的境界，然后让自己慢慢能够真的成为一个这种菩萨的境界。是。我们要学做菩萨呢，除了从外显的这样的一个外境的事项当中呢，让自己的心境啊能够达到去除无明烦恼，就像上人讲的这种达到这种大圆净智，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戒定慧的修持，那所以呢所有的入门如何去除烦恼，如何因着这样次第来做，那么呢戒定慧的部分的深入先自我内化是必然的，是重要的啊。我们如果从这三学戒定慧这三学来看，它就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那戒的部分呢，我们都知道说一般的佛教徒他一定是要守五戒的，那么我们在做持戒，那我们有持戒的十戒，那上人也教导我们说呢，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把这个戒呢守好，那事实上呢戒这个意涵，上人就有教导我们说戒本身的意涵就是守规矩。是啊，一般人如果要了解到什么叫做持戒啦，那怎么样去守戒啦，那其实说穿了就是一般人能够了解就是守好规矩，守好这种礼仪，是不逾矩这样子。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戒规矩都能守好，那上人也说戒如果能够修持好，自然而然定就从中而生。所以呢定能够生成，然后呢能够让我们不随外境，然后呢随之闻声起舞，那么呢我们的慧也就萌生了，因为慧就是一种思维，那它对外境来说它是了了分明，那因此慧的萌生事实上就是进入到上人所教导我们的所告诉我们的大圆净智的境地。所以那个定其实并不是好像禅定的定就叫做如如不动嘛，而是心的那个定是更重要的，是心的那种定境啊。它所指的呢，当然我们在一般也许它会透过打坐透过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那透过打坐它也不过就是一种方法，它不是说绝对唯一单一只能从这个途径，那当然更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到人群当中面对人事物外境的这样的一个磨练啊，外境现前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如如不动，我们是不是能够很纷纷
明了的去看到外境所显现的相，那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分辨得很清楚？我们是不是能够思辨去思维，我该怎么样去对治？我是不是会受外境的影响呢？那那个部分如果不被外境所惑，是那那个就是一个定境的境界了。那解脱跟解脱之间，它这个次第，可不可以也请傅叔可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们在佛教里面啊，其实很多佛教徒都会说啊，希望能够他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解脱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真正要先达到这个解脱最重要的一个出入的一个方法，那起码要先把自己的无明烦恼先去除。那无明烦恼先去除，当然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我的知见是不是那么的一个我执啊，所以我执也不能那么的强劲，而我们都能够归溯到自己，先把无明烦恼的这种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那么自然而然呢，我们自己的我执也不要太强，那么呢，我们所有的一切好的，然后呢，这个外围上面好的因缘也好，那么呢，我们如果能够法得入心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呢，我们的一切的菩萨道，我们在行的上面，自然人就会道业上就会有所成就了。对，所以在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大目标大前提底下，其实呢，如何真正的解脱，还是在于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然后时时刻刻呢关照自己内心，是不是有那种无明的烦恼现前，是不是有贪念是不是有嗔念，是不是有想不开的这种痴，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都能够去除，那么部分呢，你说达到解脱之境，那当然就很近了。哇，真的听得好法喜哦，感恩傅师父的分享。上人在宣讲《无量义经》时，曾经比喻说道：“一灯能灭千年暗，一智能除万事愚。”听闻佛法可以开启我们心中的善念，这份善念就好像在一间千年暗室里点亮光明，让我们开始有机会净化自己，进而改变未来。只是要如何把握住这一念渴望向上的心呢？我们先来看看人间菩萨精进修行的身影。走在慈济世界的菩提大道上，每位菩萨将法入心、法入行，以日常生活的境界作为修行的法门。每一念善都是一颗需要被用心呵护的种子。菩萨们用心精进，恒持当初立下的志愿，把握向上的心，让善念开花结果。全球慈济人在世界各地用最初的一念善，点点滴滴成就菩提道场。因为时间能成就，也能累积一切。就像慈济志工陈秋华，约旦深耕15年，以佛教徒的身份在伊斯兰国度推动慈济。为了将心中的菩提种苗扎得更深，陈秋华每天总是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用心闻法，以常规的恭敬心吸取上人的智慧。在语言、种族等等差异下，不仅没有退却，反而使他更加精进和坚定。在地球的另一端南非，潘明水因为上人的一句见苦知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身挺进了德本黑人社区，在危险贫瘠之地用爱耕耘。潘明水为了在异乡延续法脉，每年2次回到台湾花莲精进研习，从不间断。回到当地，将法髓注入南非，10几年内建立了600多个职业联训班，也培养出第一位南非本土志工葛雷蒂斯，更打动了许多祖鲁族妇女。南非本土志工欢喜付出，透过培训与承担，学习菩萨精神，走入人群。潘明水的愿在南非落地萌芽了。出发的一念心需要守护，坐中学，学中觉。菩萨精进的脚步从不停歇，
每个足迹都是出自不忍众生受苦的菩萨心，从投入人群中，在人间的大藏经里付出的当下，体会佛法入世的精神。上人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人间菩萨，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位人间菩萨呢？这边要请教傅师父哦，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位人间菩萨？好的，像在约旦的陈秋华居士，他自己在这个海外，在约旦自己这样的一个，又面临他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那如何到苦难的地方，然后呢开启更多人的爱心，而且甚至于能接引引领更多的人的这样一个投入当志工，然后呢去除很多甚至于逃难啊到他们国家边境的这些的难民里面，如何给予援手，如何去帮他们安住身心，还有开启那份善，还有甚至于呢能够破除掉这一种宗教的这种藩篱。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呢也就是彰显了一个人间菩萨呢如何实践去做的这样的例子。那当然也不只是他，而且呢在我们全球海外各个点不管是在海地啦，在南非啦，像潘明水师兄啦，那还有像我们在大陆也有，那我们在台湾本土那更多。是，所以说呢每一个菩萨呢，每一个我们都自诩都能够做人间的菩萨，那就是先从自我净化了解，我们先把佛入心，然后呢法入行，然后呢体会当中呢先去除自己的烦恼之后开显，然后呢去接引更多的人，那这样子的话走入人群里面去拔除很多人的苦难，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实质上去体现人间菩萨的意涵了。感恩傅师父给我们的分享，感恩感恩。上人常期许慈济人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当我们在生活中的人事中磨练，记得也要带着一颗关照的心，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多一点忍耐，多一点静思，用佛法的谆谆提醒来调整自己，自然就能够将人与事的冲突转化为珍贵的智慧。要在这边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在人间菩萨的训练场里学习和心和气，互爱协力，让我们的这一颗灰暗的心房重现光明。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